去饮完啤酒对无？可能较无啦。除非讲咱伫坐着吼，饭后啥物款拢无想，比如说饭后呀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淡薄做出讲，那呢你已经得着我的吧？佫有一个或者道药，道药的，伊讲四大功方五阴归有，而我建筑一步发高点。今仔咱这个肉体是属于血风土，透过皮肤的因缘生咱这个肉体，拄迄个身躯来到这个身躯，咱的色受想行识嘛是一个短暂的假合体。因缘枯竭的时候，这个物件如果异化成风，把化离，这嘛无啥物能够得着。结果大王多师讲，好，安尼已经就是我的骨啦。啊，所以换这个维克，维克当中，大王多师伫迄个香山少林寺，迄、那个山洞内底坐病伫病的时阵吼，修行的时阵。啊，维克伊就去遐为了拜拜师父，啊，伊山东面头前吼，为了一工一日落雪，啊，雪甲摇起来，感动了师父，才想伊讲啊，做徒弟，你要来拜我做师父，你就爱先起祖谱，结果盖刀拾出来尔，一双大个倒手都切断去。啊！看着大摩托车，看着足有感的。我叫你去掉左道旁门，不是叫你倒手改，左手背改。一声尔，人伊为法无辜，就是安尼，为法冠军当无师夫。哦，啊，人伊演技就真好。结果即马，换伊讲看讲伊师父这几年得到的心法是啥？人伊行到师父的面头前，因为倒手剁掉嘛吼，正手来一个礼，甲退回，甲呾南无祖师一个礼，啊，所以佮退回袂还归。安尼意思是讲吼，莫打，迄言语，迄个妙处，迄无法度用讲的，讲起就失去迄原意。啊，南无祖师甲你。哦，好，安尼真好，你已经吼得到我的精髓啊，骨髓啊，所以就阿爸讲吼，听着迄句话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无缘泡面，如露亦如烟，应作如是观。迄所谓言语啥个文字，拢是一个假假啦。哦，所以啊，伊就甲讲，伊就甲即个维克讲，较早吼。世尊将正圆眼从传予迦叶尊者，啊，即摆佮传教我，啊，我原来佮传予你，啊，迦叶互你做信物，你爱继续甲传落去。较早个都是一代传一代啦吼，所以即个言语有关系，我呾嘛真歹讲吼。嘛，敢若真是讲东方四祖道心大师，道心大师呢，一摆方清文道转来了后，啊，半路啊拄着一个。囡仔，讲小三米，小三米，伊说啥物话？啊，伊甲讲吼，我的姓无平常，毋是平常姓，啊，毋是平常姓，啊，无你姓啥？我不是什么姓，我是佛姓，伊是什么姓啦？啊，你乃无平常姓，听懂未？啊，你乃无。咱一般吼，就话现在，阿问讲，你听你什么现在？伊讲你嘛现在，十年到的到拢会讲你现在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直接回答，咱领你阿我回答现在，吼、哦，十年结论是安尼，但是人伊回答讲，我不是普通的姓，伊是佛姓，哦，伊回答讲吼，因为性空。咱现在，咱现在，皆拢是一个，敢那马虎尔吧？对吧？再去比较迄个啊，离什么左迄个，较早是迄个左立银行先，啊，即嘛好像富娘哩，
甲父娘人讲，阿好家己讲啦，恁去天堂吼，无点传授啦，嘛无领任，嘛无组长啦。问题是咱七点零、一点零有没有再次你行功立德，你的脾气毛病改得清清清气清气无？亲像有做迄种的慈悲，迄种的包容无？有功德，话王啊，就好，内心啊，圆满，这才是咱的本体啊！哦，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安遮，啊，对啦，咱安遮感觉袂歹，对啦，嘛，就好认同安尼看法。所以，这个了解的宗旨了吼，啊，咱要来安怎一步一步来体会，啊，就啊吼，有当时啊，较早。啊！你迄个讲道理，啊，有诶讲师伫讲来讲道理吼，大家真正开始，尤其即卖吼，两三点啊，拄无交起，想食好个，食好多饭，啊，另外真怪，你想讲吼，啊，我有来讲道理吼，我绝对不会大家来多饭，要下安心，好，啊，另外如果要出即个啊，讲起讲烟食好哩。今仔日你讲台对啥物人讲？所以就啊，跟甲咱各位先生报告一个菩萨方面，三世因果的迄个樵夫偷一片烟雾，樵夫啊去买三间地啊，互伊做大，啊，互做盖三部电影去了，啊，后世人来转做牛布袋。吼，人伊三，即、這个五七粒石头做一千条，啊，第三边草泥啊，叫做盖三宝殿，好光景足大个。结果后世人专做牛母地，啊，牛母地呢，人伊一个菩萨方地，安怎讲菩萨方地？一般方地，甲无讲三十六宫七十二院，也拢是春宵。人伊无，甲所有诶吼，面费吼，拢甲刮刮走。我较无要安尼，甲即个啊，无要享受啦，但是呢，啊，我拜一个师傅，叫济公上师。这济公上师毋是济公哈，各位姐姐不要把他混到甲咱个天下大名师济公禅师吼，伊是济公上师吼，伊个是皇帝个佛法师傅吼，伊甲师傅讲吼。自公上师，自公上师慈悲，咱今仔来讲《金刚经》，结果自公上师甲讲，让皇帝拜下。哪要讲《金刚经》吼，咱就爱请这个啊布袋师，布袋师就是咱弥勒祖师降生的，吼爱对《金刚经》真贴。啊好好，牛母殿就讲，啊无你去甲请这布袋师吼来讲《金刚经》，结果呢？布袋师就起来尔，甲咱这个啊，牛母殿一起叫，入去这个，都甲牛母殿一起叫落去。先甲各位报告一下，皇帝所使用的这个植物叫做正三合，宰相叫做左朝纲，将军所用的叫金牛胆。啊，文官所用的金堂木，中国的文字话水着嘛，啊，这声卡一声名，定念落去啊。这个上书，皇帝陛下，你敢看有？一个完落去呢？各位姐姐，咱看有无？看无。姐姐，咱看有无？看无。看无哦。那你又不必去出来？请问各位先生，你声音有听到无？有啊，听到。有吼，三人吃一个。陈建安有他的名，伊的手吃一个，伊的心，甲伊讲锦堂木吃一个，啊，咱大家都听到，看到。上帝听，就是用，就是用。上帝看，爱学无？
较早你细汉，我的时阵，啊，敢有教你爱安怎听？无。啊，敢有教你爱安怎睡眠？无。哦，这拢免学的啦吼。亲像讲，面子讲，人之所不合于言者，以良言者；人之所不如理之者，以良知者。迄个是咱良知良言，迄个是咱的不善。另外，人迄个报大事，人伊无敢讲遐济，一声啊，咔一声，即种物件，我已经讲真讲完啦。哦，啊，但是这个物件，迄个做头啊讲的讲，以心定心。了解啊，一声哎，破颜微笑；不了解，啊，那就变一出。哦，所以人伊讲一句话讲吼，夜夜何不眠？雕雕还有气，气作定相随，以别同其志，相合不相离，如形影相似。欲识其主，即者以声处。暗时啊，做高做一份。一时啊，起床就做高做起来，吼、哦、啊，行住坐卧拢高做会，讲话嘛高做会讲，啊啊，这个拢未上离开，这个是干嘛亲像日头电光照落来影同款，啊，若要看佛的气数，就是伊讲话即阵。咱本身伊个意思就是讲，咱本身是尊贵，啊，佛祖照着咱这个嘴，照着咱的耳光，照着咱目睭看。但是呢，众生拢选择我爱看的，我爱听的，啊，家己一家有啥啥渺渺茫茫，唔知伊无认识。哦，所以今仔爱透过修，爱透过学。在当真正体会内底的言外之音、弦外之音，哦，这就是咱的一个修行的宗旨，成就咱的佛菩萨。每一尊拢是佛，但是有一个小三昧讲：师父，我拜你真久啊，你奈拢不甲我讲啥物嘛是佛？师父讲：较慢，我再甲你讲。甲你讲，你也我相信。师父，我相信啊！你甲讲啦，好啦，你靠我来咧，你健康我来，伊小三妹健康我来，伊就是佛啦。师父讲，我就是佛啦，就是伊人我是佛。这个就是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你就不相信，你当下不肯承担，那哪干？你下面买。咱无迄种特别干的心态，咱慧莲祖师欲求生活，不求疑问，咱有迄种担当。跟各位先生报告一个小秘密：三十年前，后下甲在经理去成立王经理遐，后下还阁是初下，才伫行的啊。后下敢若咧开车同款。去台北，咧咱再坐去台北，感觉的意思，对吧？再谈经理，去王娘王经理遐，去人问王经理拄啊好呢，敲电话联络到这个客户班的江苏，对吧？心怀跟当时就讲，江苏刚才巧，哎，阿莫我好像做江苏，在后续小小的心里，咱有这种的关，有那种心关，啊，所以。迄咱就开始点点滴滴安那宣传那吸收起来，等到咱以后啊，甲这个修行啊，甲这个修行道的觉性、宗旨、佛性，咱本身是尊佛，咱了解了，咱要安怎来修办的觉性，咱要安怎做，甲咱不会输的。啊，但是我感觉，学习是变贵了，那个不是两回事，那个是一回事啊。啊，一定爱家己的修行的迄种自觉牵落去，牵化做伙。咱伫学着做观经的时阵，啊，学到第十品，两道相因，先中道义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虽然讲十多年的学习的这个讲道行，然后咱加
讲想，莫讲道义，讲道义吼，有一点自傲的心哦。咱讲吼，咱研究道理，行道理，几十年啊，安尼对这个经典实在话，咱真深涩。啊，两道相应，心定道义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结果咱即马甲套袂了吼，那个套袂起，一旦体会啊，当你做禅的前行咯，做禅，那个啊，这个叫啥？拿，要给拿。米罗，拿，讲米罗吼，拿，好，米罗，米罗。这个叫米罗吼，我唔对，我爸嘛阿公这个叫米罗，因为个地名名姓唔同款。好，阿过来，两个甲斗做伙有得啥？阿公米罗，迄个浅浅，咱两个斗做伙有得啥？吉他，吉他，吉他。青铜板哦，木板哦，吉他。啊，这浅浅你咱捌听过无？吉他，吉他，吉他。一打一打，一打一打，叫做切打，切打切打，打手啊切打。实际上吼，人古来大德人言了讲，郁郁黄花无为般若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皆脑歌。嗯。哦，大凡人不是讲，叫做切打。嗯嗯嗯。咱顶下头打一打一强对无？嗯。笨蛋，我哋咱就要去花莲咯。前前讲，你知影迄笨蛋爱有赞助无？我阿哥后日报告㖏，伊讲遐有刺激做，老的刺激，打落再伸着伸着袂断。哦，刺激。你若手指吼劈住打打落遐就断啊。嗯。嘿，都是打不过，咱去华联遐玩啊，就是无功夫。所以伊呢，咱个特地来修炼来讲，咱人是由肉体甲灵魂。做合一性对无？是是。人性有正无邪，结合成一个人。啊，准来讲，干咱肉体叫做什么话？无分有体亲像稻草人，对无？无分体的，干咱一肉体哦，不是有活死人。啊、哦。那因那些个人拢有过户口嘛？啊，迄、那个户口顶头若无一点来讲，叫做死。啊，户口内底一定有人，这点点分对哦，哦，啊，咱人就是肉体甲灵魂甲社会，啊，灵魂无肉体来讲，或者人少年人讲，或者阿飘，等飘飘飘啊，就是阿飘，哦，迄个幽冥鬼魂，啊，所以两个甲社会成就一个人，咱人呼吸。好处理，吸处理，正常人爱病济。啊，若到尾过身的时阵吼，呼愈济，吸愈少，呼愈济，吸愈少，吸到尾啊，吸袂起啦。啊，即个莫打病起来。嗯。迄个死，迄就是迄个死。嗯。用个文字讲文化哦，哦。啊，咱肉体甲灵魂是爱同体。啊，即马嘛，搁在讲一个家庭，咱家少年的那个操持，家庭怎么拼？英文家庭 ，family， 惠民里，惠民里，它的组成怎么组成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 ，father and mother，mother， 来了没有？哎，刚好构成一个家庭。原来你爱国外，哦，哎，啊，有一个小朋友哦，真趣味，爸爸爸爸，你对家庭贡献比较大，还是妈妈对家庭贡献比较大？听懂没？嗯，我叫弟弟帮他做。嗯嗯。你卖过去的不进啦。一样大。一样大哟，你跟他讲一样大，人这里爸爸哦。妈妈，来，看一下兄弟。
在哦。咱讲这意思哦。我讲起啊，迄件事原来是一个真好的道理呢。你食饭当中，伊就一支就抢起来，紧食啦。啊，你家己一支支去，啊，我不能食。用安尼，请问你多一支较支支较重要？如果两支拢嘛变重要，无两支要安怎面面面食食？想到这嘛对啊，一支支就是爸爸，一支支就是妈妈，这两支支若无做伙食，要安怎？我拿这个吃饭对不？所以一样重要。一天来对羊来讲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就是晚上，阳就是白天。哦，道这个中庸，伊嘛安尼讲，伊讲君子之道，自观乎夫妇，照观乎夫妇，迄是达成一个君子之道。啊，今仔日一天来对讲，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哦。咱个不注意，咱咱呢，万人去把那吃下分呢，咱万人去是足歹饿哟。昨暝伊时啊对无？昨暝暗时啊对无？啊，昨暝就是伊时啊暗时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下暗，甲今仔日，今仔日就是伊时啊下暗就是暗时啊。明仔载。明仔下昏，所以中国文字真有文化，起码能够透露心境。这个人是真的，这个肉体是假，咱是假合一。啊头啊，透一个头啊，讲，那个小朋友，爸爸，你重要还是妈妈重要？啊，起码讲透一个讲，真的较重要还是假较重要？无假的无法度收啦，是不是啊？无假的无法度做只讲话啦，哦，无假不成真啦，无法度成就真啦，所以借假来成真，道不一体，理无两义吼。所以，咱头一个头啊，甲咱报告咱的本性，迄是咱的道，迄是咱的修行宗旨，就是体，啊紧。下面要这一起来分享的是变反道的角色，角色由宗旨三先，宗旨由咱角色来显露出来。今仔咱要来先就咱的佛性来讲，咱要来扮演什么角色？啊，啊，即、这个啦，啊，咱父老之人，老母牛方有做什么信号？圆圆圆德圆德地君。圆德帝君哈，圆满的德性，圆满的德性的帝君哦，啊，这就是格格形圆满，道格格圆满，宗旨由格性来显露，格性由宗旨来产生，所以两道相应，先中道义啊一起造出来，哦，所以修行的宗旨甲凡道的格性爱相互相成，先中道义哈。哦啊，下面咱来看一个影片。你外国哦，匈牙利表演哦，艺术导演。你中秋节的时阵，咱拢捌看过影片吼。
咱看的这个父母是这个影，迄就是伊展现出来的角色。啊，内底人做伙伫演，迄是体安怎演，迄个角色就流露出来。演员是因，表演出来影是果，这个是体，这个是用。就是安尼，影是果是用，蛮多的角色。所以，安那要安那来就是，咱用这个开心记来讲。开天气上水咱知无？有听说？天气好，真好。即有昨天听，即个印度的一个伊天国的三宗法师来做吼，啊，翻译了八十块洋钱，啊，翻译了有好够好。结果有昨天伊本身的佛法基础嘛，真好。伊看个翻译，翻译个真好了。伊个写一个题，开天气，要看这本经典进行爱心。推出来的一个拍开经典的字，伊讲不相信真理的话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莫跟地无闻，得受之缘，解无缘之之意。这么好的因缘佛法，咱见过难求，真恶拄着，今仔互咱去得着了，咱来好好来体会吼，啊，缘解无缘之之意，啊。你中央第六篇内底讲，顺其大意而已，顺好文理，好查理言，因乐而用善，即其中端用其中意念。即个两卡比罗啊，两端要安那用其中意念，啊，结果就发动即个七大，佮再来做比喻吼，用其两端一边一端是真，一边是假，一边是幻。原是善，咱照计是真。以咱的这个所有的理路，都不离体，必有两义，迄种同款的意思。咱以前就啊，捌请问前人讲哦，过一阵咧，就是咱感觉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？呵呵呵。羡慕。你说啊？多两者都重要，去感官的艺术，一里通万里彻。有的人就讲，爱情重要，为了爱情，故性命能可靠。讲安尼，你讲啦，无几个啦。历史上敢出几个牛郎织女尔啦，哦，迄无几个啦。啊，其实两项拢重要，一项是咱的本体。那你分析，鬼人告诉说，从上以来，我持法门以无相为宗，以无念为体，以无住为本。那讲那你分析，那你分析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的，还摆过良心的，那叫做分析。啊，咱今仔透过想办法来恢复咱的分析本来面貌，这是一头。啊，另外一头呢，打拼去做出咱的事业。咱就阿是有五点分数的组件，爸爸，我看我三个小孩子哈，等到他们高中以后，我再来学习修办大好了啦。嘿哦，带囡仔读册，我上班，啊囡仔过来读册，嘿最近上火红的108课纲。讲吼，啊，家庭爱学偌济，做偌济功课，囡仔欠，家长嘛欠，阮就有嘛个欠。咱遐个迄个父亲，学江苏的父亲嘛，甲着啊报告讲，伊今年个江苏嘛，请卖学啦。但我因讲，因祖囝做升二年级时才学啦，我卖学偌紧，但是伊工期我爱甲做欠，伊底吼，啊，我要发。江苏聘书的时阵，你若无念书，互江南书听吼，我无认同。到时阵时间到，你唔敢讲，我就半家家上课的。啊，所以吼，啊，你得爱做良心。咱为了趁钱，咱要分别对待计较、嫉妒、憎恨、欲害良机、气性、气消食衰吼。咱以前来先捌讲过一句话讲吼，咱人拢会老吼。
较奇怪，迄脾气毛病拢袂退，啊，而且愈来愈难过节。其实咱要来过节，较通体会哦，迄咱用心无够。但是啊吼，迄看到迄犯火，人讲看人食薰火就多，看人啉烧酒就得气，啊迄。就去跟人做伙，你嘛是受气的去，哦。迄咱家己是毋是有法度修甲心平气和？嗯，哎，无要紧啦，啥物代志吼，已经做公公婆婆啊吼，迄做老爸吼，啊下骹迄个爸就是爱念像阿爸一样，你好好趁钱就好啊，也念像当个阿爸一样，嗯，哦。哦，你这个公公，对阿公，甲阮媳妇讲，生两个徒仔，我讲，阿叫阿生两个孙啦吼，叫生两个徒仔，啊，伊徒仔啦，两个拢徒仔吼，无要紧啦，叫合男女拢同款。讲这句话，各位姐姐，感觉有压力无？是有听起来有压力，这个公公好像重男轻女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欢迎，拢会去接触到咱的这个，咱这个信息，人太上老君人也讲，无知所以有大患者为无有生，即无无生，无有何患？今仔我所的顾虑的是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的我想，当当咱若无我想的时阵吼。咱就好办代志，咱就用钱交人，别分别对待。所以，咱本身爱还款，咱家己吼，你家庭修行嘛是爱共款，爱来修行还款。所以，两边大头债，面当债还款，台湾人，咱就讲，就学听就讲爱念自己做伙吼，爱念二十万遍，就学当下就去修。念二十万遍，未必会人会改变，但是我会改变。留下个思维，甲咱娘伊讲伊是共款，因为迄叫做存神过化。念二十万遍留下，念这个经册嘛是共款，念到尾啊讲吼，如今千遍起意自尽，迄意思念到咱个，咱体会着足欢喜个，哦。既然一切心中一切处所，念珠在珠，雕书写书，依着心中在一念当中，分分秒秒，一切任何一点，在家里，在佛堂，在公司，拢保持着。我伫创啥？我伫创啥？这个我代表祖先。今仔咱人祖先只是整体咱家己来讲，袂遐尼啊。天地的动咯，含有道业，咱的心性哦，念珠在珠，咱拢去修念珠，这个珠就是咱的祖先，这个是咱的脾气毛病。咱一个组长，你讲，娘子，你若吼无表情吼，迄颜面足严肃，迄人眼睛怪。无表情，足严肃的。迄阿嬷咧，较早阮老爸啊吼，对厝的人拢足严肃的。我是外人足不平的，啊对外人吼有讲有笑，啊转来吼对家己某囝未讲笑。诶，上好笑一摆就是讲，因为年纪有啊吼，啊就啊大概怕那俩，先烧水。就下个老较烧，伊爱先较烧，我再烧，不太你过诶。去前两三天来甲我讲话，甲阮安尼讲，一破病因啊，讲不太低。哎，囝未使甲老爸开玩笑啊，哦，无礼貌。啊，就下个，迄可怜个围团，
老百姓一种模式，印度一种模式。我跟阮囝嘛无啥讲话。较早吼，阮囝吼，我小的时候，一下功课，啊我按手压安尼吼，阮囝自然的防卫。哇，这个老兵够失败。就学这个老兵够失败，阮囝惊我干呢。一种严厉，就当下造了那个因。啊，即卖吼大汉了吼，你得够造出来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唱反调。嗯，真正。啊，所以就阿妈那真贵些。啊，看到安尼吼，就是甲伊，一个就是影射回来。即卖伊对阮孙咯，对阮孙看他作歹，我认真。你是一层把握的，我还在。听懂没？安尼咱听唔懂。你这样子在惩罚我呢，对不？啊，但是吼，伊无讲迄个年龄体会唔到。将心比心，没办法比啦。啊，是咱吼一步一脚印。老师说，只有身历其境才有的印象，那叫不叫尴尬？我孙足疼的呢，我孙吼，阿奶伊安尼，困两三点钟，困两点就困呢。嗯。嘿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安就歹，头一个人然后啊，就歹安尼，我做唔甘的。啊，咱是头讲一切时中养猪在猪，咱年纪有啊，咱就爱体会。讲话爱按混论，有一间啊，你要准备那个信件，好，会的莫看清，有一个报告哦，等一下等等，这问题也爱考标准发来去比赛，那两个一个典故的滴水穿石。嗯，听到没？你这慢慢我到滴水穿石，你看在眼睛卡的那种，何去滴到这里哭了还有什么买？专注，集中。你别看过，咱差不多十年过啊，你别看过。集中啊，能量集中。那眼睛卡吼，这水一滴一滴滴，那伊会安尼就是因为吼，伊坚持。这个目标不变，所以在我做滴水穿石，那地下那有一个石头，你来看，对吧？我们是写错啊，去地图啊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来去修啦。对，你修先起来了，这石头在地底窟啦，它边啊是深海，在以坚持以对的目标，咱修平反正嘛是同款。较早一百年开始。全个新妇一百多年年大生多孙，我就开始放迄个啊，波说弥勒救苦因，弥勒下施度回尽。我对了念，对了念，念五六年，都念未熟。一摆疫情，再去念三遍，暗时也念三遍。好，弥勒真经作实作实啊！啊，到去年五月时阵吼，反正念过一回一个这个。无我真经，就学习完了，你想讲吼，咱人吼头脑你若无甲装一寡无用的物件落去，好嘛？老人痴呆，阮老爸八十外岁时，叫伊过几十外岁，我陪伊去做啥物？甲要我九十岁时开始就会幻想，会幻想，叫伊先有安怎说？你家穿一下较澎湃，你皮卡好个路好个车，啊下晡什么要来变牛来吹瓜，跟你食菜食二三十年，我叫都卡到了，好来请人去。哦。迄个要学习爱想学习的时阵，冯处长来讲，啊咱有滴课间嘛有啊，哎啊偌济岁。伊讲，咱南部只吼就叫做阿铁啊，阿伊九十几岁，你拢知？铁皮啊，知影吼？铁皮吼，伊讲九十几岁啊吼，我那考四五科，头脑足清楚的。嗯。啊，
咱一个三嫂的老母，佛陀净土经经的吼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伊头脑嘛足清楚的。啊，叶华即摆嘛要开始藏一寡物件落去。叶华去年五月开始，大汉人数啊，咱就观考人业测道心真心一点贯五金四贤之门正道，我了脱生死轮回，帝王将相平和论，功过对错正己身经领天下人之见，变弥勒真经给三回出来。哦。人当初我讲，我哪有可能有会遮济物件？啊，但是即摆已经高温熟啦。我有点背吼，无点背，咱就逐天早唔甲念一遍就好啊。哦，以前吼，做囝儿咱爱带人来考经对无？咱家己无考歹势，我拢考，暑假拢考补考，道之宗旨，理应大龙篇，心经、清净经，啊弥勒真经，安尼尔。去年吼，开始咱要带人，咱家己无立标杆做点模来讲，人要安怎对人行？开始一卡费甲八十块。哦吼吼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感慨心。哦。有点死人哦。嘿，我无要像阮阿爸安尼以后哦。真正足济老先生，人伊头脑足清楚，啊，搁迄个，搁还看到，你讲拄啊好，这位班是玉坤。来临时单位，啊，伊较早因囝吼年仅遗传刘家信的时阵，啊，刘家信临时单位啊，第一个时阵吼，啊，就啊看人迄林妈妈吼，中国典型的传统妇女，啊，看人气质真好，也安尼招待人客，啊，就啊甲关心，啊，恁妈妈即摆安怎？有好见无？有啊，伊嘛好几啊科，头脑拢真好，所以咱原来。来读经，这个经典足好诶，互咱运用咱头脑。有一个浅显讲，啊，若要跋筊，迄嘛是伫用头脑。有共款无？阿伯，读经甲跋筊有共款无？你阿伯听无意思话，无共款。先论存心养性，格物致知、诚意致心；再论人道、纲常、伦理；三论忠义、器官长往后，日夜朝朝、乾坤朗朗、千尘不见经。迄拢伫讲咱遮足好的一个经观真理仁义道德，咱是浩然正气，拢伫讲遮个物件。迄咱个本性当中含着含伊遮好个物件，你要甲？讲迄跋筊，讲迄古朴的，就啊介绍人跋筊。较早吼，你真卡吼，我是是大人，迄种无名利的时阵，啊，过会就挂迄亲戚来跋筊，就下拢吼，我切你跋筊，迄我多摆啊，迄叫做，迄条迄条树树叶树叶，咪做啊大金啊个。灌风迄个呀，我甲你个丢掉，真个。我切你跋筊，来阮遮跋筊，但是要甲总店嘛关掉，安尼安尼哪安尼？我是个人呐，我无得报名跋筊啊，但是我会做客做分做客，所以靠咱一点心坚持了，哦。高见富国，咱拢真听，真正听了，即卖又来来分享讲福财。也对头，郭建的对头，哦，是对头，因为因老爸合理吼，啊去予迄郭建个拍个枪，攻打了，因老爸才挂袂死，结果夫差足受气，足受气，伊就报复，去报复呢，啊，因遐耐心哦，伫研究吼，啊，伫研究，有一个叫做汪叔叔，桂桥关的汪叔叔吼，啊，伊跟老爸讲，甲夫差讲，跟老讲。先王之仇了。
话。第二个啥？耳提面命，时时刻刻在给我们提醒。咱人有当时也感慨，有时也就他今晚搁记搁背两课，第二个啊三字经，啊搁背弟子规。哦，就这样，一两个就是扭一时间烧了，徛好了吼，底下徛着，徛着安尼念念，来干那念这个经文哦，啊念啊念个。太辛苦了。啊，但是啊，但是吼，此心不可纵，此欲不可斩，咱来坚持。顾里顾及迄个心，就咱的功课。人去迄佛教，迄安尼吼，迄嘛是念经。啊，咱的四书五经，咱嘛以后嘛要想念咩？念孝经，嘛要念中庸，嘛要念仁义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这是咱一生的志向，让咱的头脑迈一回回去。哦，所以大家互相勉励。然后一个小书一样的讲，伊讲吼，百尺竿头不动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。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前身。今仔日咱虽然前靠，虽然咱食菜，啊，但是咱安尼就如何？安尼，咱所得的是真的。为甚物款？咱当当时的初发心，咱的决心，咱的真心拍拼，即马还阁有了无？无了，百尺竿头不动人。啊，你已经拢吼，老实在在啊，无要振动啊，啊，干那食菜尔，啊，就是有阵时啊，咱还阁会受气，有阵时啊，咱还阁会激动。啊，咱所得到的是真的，啊，搁会吼去哦，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，把咱牵落去嘛。虽然得入未为真，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前身。咱已经到这里罢休啊，这句讲罢休啊。百尺竿头到这边不动人，我搁继续前进，那一只吊一只哩。看天安吊着，伊啊讲一较细小个，讲只动动啊。安尼毋是真个，你着爱使这个百尺竿头啊，搁再进步，再进步回来，找到转来咱的原发心，继续努力打拼。啊，搁有抱着度人的心无？啊，搁会起迄个亲民的心无？咱个爱心，咱个爱关心，咱个爱同作为工作，亲像迄个天主讲：吾日三省吾身，断吾皮肤，没有叫信夫，为人母忠夫，爱是做一个关心。三宽公，昨日心，日日心，又日心，咱有滴关心无？是讲现在是专心，咱若随到转来，啊，大家拢兄弟姊妹，啊，这个人若无多，就是我的责任。敢若亲像伊以前讲哦，兄弟姊妹含伫水车会水深火热当中，是我杀伊滑落去水深火热当中，迄是我的责任，我爱甲救起来、保起来，这安才是真的。安尼咱造成就咱造迄个高位。真正有来跟各位先生分享，过去的想出来讲，那嘛是咱的修行，也是按在经。道理，江苏愈讲愈现化，愈生活当中，咱个人不断的提升。咱做端主，迄种的抱着迄种的角色，扮演的角色，咱爱一个法尊的尊长，咱爱顾尊，咱爱看。啊，就因缘啦，啊，就愈来咱的事实啊吼，愈无法度啦，啊，就无法度尽心尽力，只要无愧，没有那个遗憾就好了，咱就尽心安尼做啦，哦，所以咱来是讲世界，才是咱的专心专配，最后的一期两关，同期中的。
依咱前前要爱咱大家平衡，哪里有道貌岸然啦吼？啊，所以呢，咱跟各位先生分享咱修观的角色，咱的一个角色啦吼。啊，伫这个角色中，咱《论语》十篇内底吼，邀约咱第二十篇第二章来简单做一个啊，半修半的角色，而为无美。君子说：“会而不会。”啊，我讲哦，这个角色咱要去度人，啊，要去啊修班，啊，再去吼，去教迄个人和，因两个领域啊，甲学校拢差不多年岁啊，啊，所以大家吼拢足亲，啊，迄种会，咱会哦，这个会而不会，敢若讲人迄种会去行，迄种交代人，啊，互咱安尼。都歹势，我讲咱就话讲，咱亲家单位吼，一家亲啊，咱卖汉尼啊搞咧所有啊，煞不自在啊，所以咱要互兄弟姊妹，一旦所需要帮助，啊，咱一旦尽这份心，咱拢无啥物浪费，叫做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互相来成就啊，这个过程中，互兄弟姊妹有所得益。这个物件，诚心的物件是咱本性当中不足的。头下讲，右下讲，未经典，你是咱本性当中不足的。因伊内底不是外口塑造外的，是咱本身固有的。咱若无去甲做，那就是咱放弃去。今仔右下就七岁啊，头脑愈歹啊，无法度回去啦，咱甲放弃。今仔咱始终。如一滴水穿石，每天早起念弥勒经经念六波，啊念完了不念，暗时啊不念六波，啊遮个若熟了，遮个卖了，搁换来来念这个孝经。迄人本身我要度人，要度伊，度未来，迄我的经验无法度。但是人过时啊，讲得开嘴的，虽然开到真正一大堆，你以前你讲的。哦，啊，咱卖无这点心，赶快来做。啊，但是你背景这咱有法度无？咱有法度，咱来甲做。以后我就变老人，摆老人痴呆。哦，迄咱家己为咱来去甲做。哦，所以求真谛是下个事情。咱去甲做，一定要啊，若无做，一定一定要。所以你这个答案，伊。伊湖顶，伊湖顶哦，借一个庙师来办道。迄个庙师吼，啊三间厝安念做伙。啊，真好诶！一个厅开关真好势，但是中一个吼，差不多五六十尺长诶桌面，四尺里诶桌宽，一尺诶长迄个木材的厚吼，啊，你把那个卷出来，五六十尺长哦，四尺二宽诶桌面哦，一尺宽诶厚度。众志成城，咱安个跟村外口，跟村外口后啊，想讲哦，叫在地诶，这个这个前线吼，叫做啊，负责这个湖顶的这个前线，啊，讲你去甲找几卡几啊茶铺，做这茶铺，哦，几间茶铺安尼做连呐，啊，从一贴落去，从一个弄出来，建筑天大的，众志成城，安个这个道面安尼去跟出来。办三天活动了，这个桌面要回归回归原位。所以咱人若要做心，若要主动做简单哩。哦啊，真济变化。那迄个即表示主持讲哦，恁无做遮办啦，迄热天吼足热，冻袂调啦。你遮囡仔互恁安尼啊，即活落去吼，迄种无心情来管啦。结果遐办三天咯，乌阴天。多多上天在做主啦，啊！啊，
载囡仔都调去福州去开迄个三工班、五工班，大家拢足怀念的。嗯。哦，这传统文化。嗯。所以，本族归理不关，哦，归理不归，道理不关，咱安尼努力拍拼，啊，咱的一个工课一个修班哦，咱拍拼去做，不要边聊怨边埋怨。今仔咱伫做，敢若讲吼，做咱单位代志，敢若做咱上起的代志，了咱的冤，了咱的一个啊，这个无畏师就是讲吼，小咱的冤，小咱的业。准若讲，咱伫友好咱的是大人，咱敢会埋怨？嗯，应该袂啦吼。啊，迄个是咱的孝道嘛。啊，今仔日做咱老母娘的工课，做上起的工课，迄嘛是共款的意思。照讲，咱爱去争取，咱个阿妈来聊完，当来计较吼。有滴寺庙去讲是安尼意思。啊，用人不贪，今仔日呢，咱本性当中，咱依着上落安贫落多啦吼。啊，一颗个心是一个建筑，咱讲这个钱，真久好钱是十六岁，甲咱的性命平钱嘛是十六岁。今仔钱，钱最最最钱会当承租，也可以付租。今仔个钱，那会当来换掉咱的性命，往往来讲，咱才来开。啊，较早咱有在头路新条的时候，他感觉讲哦，钱生活之本，人两脚一四脚，命中若有将就有，命中若无免将就。就哈，感觉真潇洒。我头路，我一个月六七万块个薪料，啊，投入你想万多，啥人叫你薪料无？你去跟我，你去跟我讲。但是有个意思是，钱一旦换去咱的性命来换换，咱哪会当去开？诶，咱咱哪会就哈？去传着，我爸爸好的无传着，歹的拢去传着，难听。嗯。哦，一个耳机，这个耳机，讲有一间问题啊，讲大件倒手边一个，去甲迄耳机店，后过有较好的耳机，摕过来我听看，结果两个就听，哇，足清楚的，找到我的耳朵，一个话题八万。啊，两个还十来万哦！我才想到，我带一瓶尔，可能人头轻。啊，迄头迄个小姐讲，你大哥不是刚过世不久吗？他不是也有一个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去找俺大嫂，啊，俺大嫂讲好啦，啊，无你人若走呀，你阿姨提用。我讲，啊，无我这二六千块，甲卖来，甲你白提。俺大嫂讲。啊，就人都无伫啊！我啊，无好，我六千块去来去做工地，搵个咩啊？哦，啊，甲斗的都开三千块换耳机啊，好啊！哎呦，足清楚哦！所以无偌久啊，也讲生锈，啊，佫换一粒，佫要付钱是九万块加打折减一万，一万块，听起足清楚。钱买着，咱来个开。哦，目睭。白内障的爱挂定一点挂，你讲我做微创的吼，挂一点爱挂两单，挂定开挂定，先不带来，速不带去，好咱的目睭看了真紧，好咱的眼睛看真好，迄是开一个币，啊哪有法度做工定的吼，迄咱个开挂定，迄卖亲像迄个亚克力迄个什么融化三融化，讲要关压一出来。要做工程的研究，工程的基金，结果还未捐出来，还等下啊！结果呢，我遐事实也伫啊，未当好解决。所以开而不骄，咱若事业，咱若做事，啊，想得足好足圆满来讲，咱爱谦虚，啊，袂使用骄傲心。啊，迄种犯错的角色，迄本来咱就爱做，今仔咱。赚真侪钱，迄是咱的福报。过去是当中多结善缘，啊，即
世人，即个各国来各国，咱来。